感觉？会痛，会痛哈、哦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。老师，那你这样按一次以后，即使他回来，回家是不是要自己？要。要不然呢？对对对对。很快用那个，对不对？没错。不可能一个星期按一次啊！对，你自己回家自己，因为你每天都要坐卧，对你每天等一下你又走路啊，所以自己每天要自己拿着它，自己自己知道吧？要给它变软，老师都往内刮。这是我们帮他做的事是这样，而你自己的话没关系，比较顺手的方向，顺手。然后来这个荐骨，骨面要不要刷一刷？要。对，我用嘴巴。轻轻的，可以吗？那我妹，譬如她说她这个地方酸到一直看医生呢，她这个地方也是处理下半，也是下半对，是吗？好嘞，你看看，是要处理几个？对呀、啊，好可怜。她要处理好多个。我妹她一直去检查、啊。